美食超美味，难以忘怀经典美食大口吃。嗯，豆腐咬起来好像果冻，好 Q 好 Q 哦。小城限定巨无霸牛肉馍，太澎湃了，馅料好像不用钱一样。老街小吃菜名让人好惊奇。哇，这个是娃娃鱼吗？天哪，好可爱哦！太特别了吧！本周六下午5点，东森旅游玩乐志就在东森综合台。